前两天啊，我们刚试驾完长城炮的乘用大皮卡，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香格里拉，来感受一下特别霸气的长城炮越野皮卡。相较于我们常见的长城炮的乘用和商用皮卡呢，这款全新的长城炮越野大皮卡呢，它在整个外观和越野的能力上进行了一个特别大的升级。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它在最直接的外在的一些表现。其实整体车辆的轮廓是没有变化的，但是比如说你像它用了更加这种霸气的这种黑色的中网，然后呢，这个里边的材质呢，跟我们常见的乘用皮卡也不太一样了。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呀？你可以听到，这是一个铸铁的前保险杠，而且呢，在杠的里边有原厂给你配备的绞盘，在野外越野的时候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像灯光材质这块呢，跟我们乘用的皮卡是一样的，也是 LED 的远近光一体的大灯。那来到侧面，其实它也进行了一个很大的强化，比如说这个特别耐擦、特别耐撞的这个轮眉，在你野外越野的时候可以减少很多车辆的损失。轮胎的升级是一个特别大的变化，这个轮胎呢是百路驰的 K02 AT 胎，在你进行越野的爬坡的时候可以给你很强的抓地力。在轮胎里边可以看到它用了一个红色的刹车卡钳，非常的醒目啊。但是在轮胎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性能的升级，就是它用了一个原厂给你配备了氮气的悬挂，在你走烂路或者说进行重度越野的时候，那么这辆车它整体的这种承托性和车辆的舒适性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大的强化。经常玩越野的朋友啊，应该会对这个悬挂不会陌生。那说完了车头和轮胎悬挂的强化呢，它侧面相较于我们常见的长城炮的乘用皮卡呢，侧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强化。你可以看到它用了一个非常强健的、非常强壮的这种铸铁的踏板，在你进行上下车的时候呢，可以给你一个很大的帮助。而且在你越野的时候，这个非常强有力的踏板呢，可以减少车辆侧面的一个剐蹭，从而保护车辆。那么像我们日常说的它的一些舒适性配置，像这种无钥匙的进入啊，这辆车都是有的。而且呢，你可以看到这辆车呢，它是有360度环视的，在车头和两个后视镜的下方啊，都是有摄像头的。在你进行野外脱困的时候，在一些狭窄崎岖的路况里面，这个配置可以给你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今天这辆试驾车啊，是长城炮越野皮卡的顶配，也就是限量版。但是我们跟官方的工作人员沟通啊，其实这辆限量版它的名字叫限量，但是其实在市场上售卖啊是不会进行限量的。那么来到后面，你可以发现它原厂的防滚架非常的强壮有力，而且呢，这辆车它是搭配了一个原厂的这个后尾箱盖板的。那么这个盖板的加装的价格呢，大概是在7000元左右。我们如果打开这个盖板，你可以看到它整体的这个承托性啊，左右两侧都有这个液压的停杆，还是非常的方便的。通过这个拉手呢，你可以很方便的把它再关上。同时，这辆车呢，它还有一个防盗的一个锁扣，当你停在户外的时候，你没有盖板的时候，这个锁扣可以避免一些人员进到你车里来。打开尾门，它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小配置，就是它配备了原厂的一个小梯子，在你上下货箱的时候取东西的时候啊，这个小梯子可以给你很大的帮助。那相较于我们常见的其他品牌的10来万的皮卡，这辆长城炮越野皮卡它在整个外形呢，给我们呈现呢是更加的硬核，是更加的 man， 更加的男人。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说了，它除了车头的保险杠啊是铸铁的，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车尾的也是非常非常强壮、非常耐用的这种铸铁的这种后保险杠，在你上下车的时候呢，也是可以给你很大的一个帮助。同时呢，它在后面还有两个非常有力的这种后脱钩。可以说这辆越野皮卡在保留了原先长城炮皮卡它非常大气、非常豪华的这种造型的基础上呢，在这种越野性能上、在越野的元素上又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加强。所以这辆车你开着它在街上的回头率一定是非常高的。看完了非常硬气的外观，我们来看一下这辆长城炮越野皮卡它的座舱。很多朋友会怀疑说，那么一辆非常重度的越野车，那么它的座舱会不会非常简陋、非常的不舒服呢？但是当你坐进来，你会发现这辆车它的座舱整体的舒适性、豪华性和科技程度都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像它这种菱形的这种门板上面呢都是软质的材料，坐到车内啊可以发现有真皮包裹的方向盘，
而且呢左右还有这种换挡的拨片，在整个仪表台前方呢，你可以看到它有红色的缝线，搭配出啊很强的这种运动的气息。而且这辆车呢是一个顶配，它的仪表是全液晶的一个非常大的仪表，那么中间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多媒体的显示屏，可以显示你的当前的一些导航和一些你的这个娱乐影音娱乐信息。下面啊就是长城炮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电子的换挡杆，这个电子换挡杆真的是非常的大气，而且我觉得用起来也是非常的顺手的。在配置上呢，这辆车有我们刚才说过的360度环视，还有呢就是 ACC 自适应巡航。那么开的这辆车出远门长途自驾，或者说你去穿越的时候，可以给你减轻很多的疲劳。另外呢，它还有在线地图、在线云音乐、手机互联这些高科技装备。所以整个车机系统、整个科技方面啊，这辆长城炮的越野皮卡、啊、是可以比肩一些20万甚至30万元的豪华 SUV 的。另外一个细节点呢，你可以看到它在整个内饰的配色上用了红黑色的一个撞色的配饰，同时啊车辆里边有大量的这种菱形的缝线，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这辆车的豪华属性。在细节上呢，你可以看到它在副驾驶还有座椅上呢都有很多 off-road 的这种名牌和 logo 来凸显它这种硬核越野车的这个身份。如果说这辆车我觉得唯一的一个内在的小小的遗憾或者可以提升的细节呢，就是它这个方向盘呢，我觉得跟我们这种常见的硬派的大皮卡还是有点差距的。如果说它整体的这个尺寸或者说它的造型能够再变一变的话，可能会对整个内饰的提升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刚才啊我们讲了一大堆关于长城炮越野皮卡的静态，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把它开起来来越野，看一下它的动态表现。之前呢大家可能都知道皮卡它的通过性能、它的越野性能是不错的，但是到底这辆车它的越野性能有多强，我们今天呢在香格里拉这个峡谷里边来试一下。那前方呢我们就遇到了第一个考验，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坑，那来考验这辆车它的一个接近角和它的离去角，同时呢还有一条小河。我现在呢没有用到它的两把锁，现在只是挂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低速四驱，可以看到整个前方啊没有剐蹭，很轻松的过来了。然后我们现在轻踩油门就来到了小河里，哇这个河水好清啊，轻踩油门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挣扎或者是努力，它就很轻松的通过了咱们第一个考验。 OK， 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碎石路，那么这个碎石路啊，其实如果说你的轮胎不是 AD 胎的话很容易把你的胎壁扎爆，但是这辆车呢它配备的是百路驰的 K02 AD 胎，所以单条呢在1000块钱以上，这个在你野外越野的时候还是可以给你一个很大的保障的。那现在呢我们来体验一下越野炮它的蠕行模式，我们现在呢用的是一个低速四驱，来按一下它这个蠕行模式的一个按键，然后呢我松油门可以看见在仪表里面已经出现了 CCO 目标车速，我们现在把它调到一个比较基础的5公里每小时。 OK， 你可以看见我现在呢没有踩油门，它是自动的来脱困来走这个越野路段。其实你也可以把它体验成一个是什么呢，是一个傻瓜越野模式。可以看见啊在这个蠕行模式下，车辆很轻松的自动的就爬上了这个小坡，根本呢不需要任何的这个挣扎，很轻松啊。你看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个考验项目，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泥泞的一个地面，因为旁边呢是一个草地，但是中间呢下了很多的雨，所以现在呢很湿滑。可以看到我轻轻的踩油门，挂的是一个低速四驱，没有用前后的锁，很轻松啊，轮胎也没有打滑，哎，爬的是非常的轻松自在的，感受不到轮胎的打滑。所以其实我觉得主办方设计的这个科目基本上用不到这两把锁。现在呢我们往回走，我挂上了这辆车的一个陡坡缓降的功能，可以看到在仪表上呢它已经显示出来这个图标了，你可以通过仪表的按键来自动调节你的当前陡坡缓降的一个速度。那么我们现在选的呢是6公里每小时，不快也不是特别慢啊。
而且我必须要提的一下，就是这辆越野炮它配备的这个 Cayman 的氮气的减震，那么这个减震呢是一个高强度的高专业度的一个专业的越野减震，很多改装的很多发烧的玩家对这个品牌是很熟悉的，像一些牧马人那些我们熟悉的普拉多的车主都会去选择这个品牌的减震，因为它的抗冲击能力在极限环境下，在高强度越野环境下，它的这种强度和它整体的这个安全性可靠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么这套悬挂呢，如果说你自己去选择的话，大概会在10000多块钱，那么我觉得越野炮它给你原厂配备了，那么也可以带你去很多很远的地方。结束了一天的试驾，要往市区走，前面呢有一个颇具挑战的一个小泥坑，那么我现在啊想来试验一下这辆车它最基本的一个越野素质，就是什么呢，我不挂低速四驱，就用一个我们日常的标准模式，在这种四驱状态下看看它的整体的脱困能力怎么样，我们来试验一下，反正主办方也不在。请大家注意啊，我现在是没有挂任何锁，也没有挂低速四驱的，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路况啊非常泥泞的，很轻松啊，由于这个百路驰的 AT 胎一点没有打滑，感觉是如履平地啊。这里其实还是挺挑战的，因为它有一个连续的上下坡，啊，很轻松就出来了，不得不佩服啊这辆长城炮越野皮卡它强大的越野能力。